好，行行行。我第一次来内地摇滚呢，我很紧张。我怕我们变成异类。我们可以拿我们自己的旗子吗？我会不会被内地摇滚封杀？我可以挑战内地摇滚吗？我不客气咯。这是原住民的，这是我们的阿美族的旗子。OK 哦，我以后还可以来内地摇滚要表演吗？这是阿美星夜姐的旗子，然后阿美族的颜色就是 colorful。你看到的颜色就是这个旗子上面的颜色跟图腾，就是跟我们台东的阿美族是息息相关的。好，没有要怎么样了哈，也只能这样。Turbo 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再加强的意思吗？好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可以唱阿美族的歌吗？刚刚的比较困难，那接下来的比较简单，就是领唱答唱哦。我唱的比较复杂，但是你们回答的是比较简单的，很简单。嘿呀哈嘿呀，预备起。嘿呀，五个字哦。嘿呀，好嘿呀，前后又一模一样，最简单的吧。再不会，原住民也救不了你了。会一起唱好不好？啊，嘿呀，啊嘿呀。要唱哦，好不好？坐下来的朋友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，要唱，好不好？我看得到你们，带来这首歌，法力风尖叫声。Yeah.
我不爱。